Cherry 嘅結婚晚宴。咁當然要講下新郎哥嘅威水史啦。劉錦益先生，劉師傅，哇，個威水史就犀利啦！曾經喺呢個2007年香港大巡遊啦，就作過多次表演。咁佢可將喺全世界一個暫時都未有人做到嘅一個動作。在獅子上有兩個高難度動作，它可以在同一時間可以做到。這個難度動作叫什麼名字呢？這個厲害了，是獅子上的2D2波上獅子踢球。在其後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網絡都有轉播的。大家說厲不厲害？給些掌聲先啊，新郎哥真的很厲害。咁嗱，我就講咁多咩啊？有一陣又好精彩，好精彩。咁啊，佢威水史我講完啦。不如我就唔攞大家時間，不如睇睇佢哋嘅成長嘅經過，好唔好？我都想睇下佢哋嘅，我未睇過嘅。唔該。有些招呼不到的，真的大家不要介意。
咁多講咗啲都想講嗰啲差唔多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就多謝我阿爸阿媽，生到我咁養到我咁大啦。咁跟住多謝我老爺奶奶，我會逐個唔辛苦嘅。多謝今晚嚟參加我哋婚禮嘅各位來賓，多謝你哋可以嚟參加個婚禮。咁係啊，希望大家開心，開心啲。我哋會㗎啦，我哋會㗎啦。咁我咧都。嫁俾劉錦儀都好開心嘅，梗係啦。咁希望佢哋以後咧係生生成成，聽我話。咁今晚呢位各位來賓手下留情，唔好懟佢咁多手下。總之我今日好開心，好開心，係，多謝，多謝各位。笑下，笑下，多謝鏡頭，多謝鏡頭。一刀切到尾，百花齊美。飲深啲，愛多啲。飲深啲，多啲愛多啲。我哋睇啲精彩嘅節目好唔好？醒獅表演。新郎子新郎，请埋位。阿英，坐低先。
舞師高手嚟嘅喎，大家夾個皮啊！頭先我聽啊，周師傅講，德龍哥又話零七年又幾一尺高咁樣踢個波，跟住又點？又世界第一名，又世界第一，又話世界各地都聲，但聽就聽得多啦。只要冇關 City 又見佢唔到咁樣，唔知點解世界都知。係咯，咁我係咪應該俾多掌聲，請個德龍哥出嚟一齊表演一下呢？好、啊，冇錯啦，係嗱，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，好榮幸請咗我哋師傅出山為阿新郎哥親自打鼓，嗱大家俾啲掌聲先，嗱，嗰個咧要好。
一刀切到尾，百花齊眉。